忍忍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下我们忍者必须死了。那今天的话来打一下我们的3v3哦，因为最近的话我都是半夜啦，就是因为睡不着嘛，所以就来录了凌晨的那个时间。那今天的话终于好不好，我是白天的下午起床啦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我们的忍界竞技场，因为忍界竞技场的话只有就是白天的，就是11点到晚上的11点可以打啦，所以我们这个半夜是没办法打的哦。所以半夜的玩家的话，其实会错失蛮多一些，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这个竞技场这个时间的啊。但是半夜的话，其实抢悬赏力是真的挺好抢的哦，就慢慢的给他继续给打下去啦，好不好？那目前来说的话呢，哇，这几天真的就是那个作息大崩坏，你知道吗？完全就是会有点就是不像是自己在生活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昨天跟前天的那种画面，我会比较像是一个旁观者的那种视角，就有点像是做一个那个梦吧。然后梦的话，你就是看到自己在那边动作那种概念。我觉得我这几天的话，感觉就像是那种感觉，好不好？这个能量饮料真低，可能少喝一点点，哈哈哈，会比较 OK， 好不好？会比较 OK 哦，除非你真的要干一些大事的时候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，然后就努力的干大事，然后再去喝啊、哦，然后你可能半夜就会牺牲寿命，而、不是寿命，牺牲那个睡眠这样子哦。好，这边的话是禁止我们的这个忍术哦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一样先来那个流派先发哦，然后宝物的话这边可能要调一下，那大忍术瓶这边就先不带了哦。好，这边的话应该是 OK 的吧，然后我们这边这个都是 OK， 然后我们的小蕉 OK 没问题，好，那我们就。好，就这样 ，Go Go Go！ 好，那这场的话呢，应该是可以吧？我带一个强力耶，其实是不是不应该带强力的？这边的话是我们这个旋风忍者，还有刘定荣海虾号，然后对面的话是阿少爷跟炫跟黑豆豆啊，都是我们这边也是一堆零啊，完全没有问题，都是零啊，都是零的概念。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场能不能取得我们的好成绩啊？也有两天没有打了啊，看一下。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让我赢？我赢的话，应该就可以再升上去了，因为我们上次是赢了两场这样子哦。来来来，加油！好，来，禁止忍术哦。嘟嘟嘟嘟嘟。我觉得我要走二了。完了，我死了，我爆惨惨哎，要求我，哇，对面好会跑哎、欸，对面已经要到那个了、欸、怎么玩的？太猛了吧！哇，他好猛哦、喔！但我只能说，我现在真的是很惨。哇，队友死一个，这有点尴尬喽，队友死了一个。队友死了一个会很难搞哦，尤其是这场对面感觉又是练家子的，我们这场可能会败仗哦。队友死亡，惨兮兮。哇，被放了这个超级护盾哎，完蛋了。对面很会耶，完了。搞不好他们死掉，他们死掉的话就有机会了。有死一个，继续撑。因为这场是没办法放大招，也没有说不能接力，对不对？我们搬回来了，别死就好了。旋风忍者感觉不错哦。没输没输 ，nice nice，go go go！出发出发！这后面是什么？忘记了。
里面是镰刀嘛，对不对？镰刀区，小事小事。喵喵，我就要死了，要求，尴尬尴尬，差一喵喵，来来来，没问题，全部都买了。这场是四神啊，这场呢是没办法接，没办法开大招嘛，所以是可以接力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待会应该就要先那个，先把能量这些全开，然后炸一下，然后等这边喷完，我们再换小蕉。好，抱我，然后小蕉，因为小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神音战。可以可以，抱一波，抱一波。朱雀刷，这朱雀真的很白痴，他都会一直刷到旁边去，你知道吗？这真的超智障的。哎，加油，可以！哇，我觉得怎么今天的第一场就这么嗨啊？今天第一场有够嗨欸，原本想说自己队友死一个，但是我们这边我跟我的好队友好不好，两个一起好不好，有顺利的打回来，还不错好不好，恭喜我们恭喜我们，耶、yeah! 又获得两颗星星，谢谢旋风忍者大大，碎啦，赞赞赞，四连胜了各位，有哦有哦，有旋风忍者真正 MVP 打得不错，舒服舒服 ，nice。好，那今天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剩下的时间能不能去抢到一张卷卷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赛季的话好像也快结束了哦，这个我的赛季的这个造型还没有拿到，笑死！我还跟大家讲说一定要来拿哦，结果都没有拿，我一直在等这样子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给一张行歌如梦，梦境领主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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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梦境领主，求你了求你了，哎、欸、怎么好像都不会动啊，都没人了吗？不会吧，给一张梦境领主啊，真的、欸、好了，只能打这个 B 级的龙了，好吧好吧，那希望我是可以拿到卷卷啊，拜托，希望可以拿到卷卷，求求你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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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结果我是用雪武林来打，哈哈哈！笑死！我居然是用雪武林来打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最近怎么打玄长令的时候都这样啊？我都还没有看到任何那个，都还没有看到任何那个什么，任何的那个飞镖球，我就直接看到 BOSS 直接死在我面前了，太夸张了吧，太白痴了。再打一个第一卷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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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今天真的好嗨，我觉得刚刚那一场那个竞技场赢了，真的好开心哦。我原本以为，哎、欸，讲说那场又要掉星星了，结果我升了两颗星星，爽啦！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。
蚊子来了。私が守ってみせる。是，没问题，太好啦，各位。好，那今天啊，基本上我最近因为泽平多那个啦，都半夜的时候玩了，所以没办法打竞技场，所以今天就来打一下哦。真的还是好好玩哦，最近真的是竞技场中毒哎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舒服舒服。那目前来说，这一次赛季的这个造型你们拿到了吗？有没有努力的拿呢？已经快要结束了，所以大家记得赶快来拿一下哦，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点，没问题。那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啦，我视频再见喽，大家拜拜啦。